你放松，你别用力，哎，你就放松，你要不你就坐，我躺好，要不。你不用看、啊。我先看一下你这个。那个胖的，嗯，我先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这是不是那个刚摸的？嗯，烟化了吗？嗯。哦，你这个地方它是有溃疡了哈。嗯。它这个挺长时间了吗？俺知道了，你看他不敢说实话。是吧？就是摸这个垫子，你看了吗？嗯。是这个地儿哈。嗯。摸个缸是吧？嗯。摸的缸坏的。那就行，不能我把它回头吹，先弄这家了。嗯。嗯，要放松哈。太难了。要疼你就说啊。呀。要疼你就说呀。也不爱说我高兴。他就是回自家，他就是弄糊了哈。嗯。像咱这那样，忙忙回自家啥？咋能？你还忙回自家？你想着早来随时都不会到这么严重。别到北京嘛，扔了吧，可远了。还多远？他都来一趟，一会都回去把你带来了，还能多远？你说那个我一点不信。你应该上那边去。我忙的，我不上这。你转过来上那边。看，因为你这又不跟正常人还不一样，血糖还高。不高了，八九个。哦，八九个，那还行。肉都烂了，都臭了。啊、嗯。他就那个指甲里边那个是吧？嗯，他这个地方是臭味实在重。直接消炎药就行了，是吧？嗯，他要血糖不高，吃的消炎药消耗不上。我偏了，我干那些弄大山，我吃的少。别说了。家里那里的，别打了，人修这个的。小鱼不给洗，想着都给你修的这还用。
现在都很黏了哈。哎，对。那你快十年了吧？没有十几年。你就是那个胖的。胖的心。是哪一个摘的？这是嗯。我们后面做，你看后面做饭吧。嗯，小干净些。这个。